西球迷见面会的现场，后边有大概十几位球迷，人数不止吧，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而来，今天待会儿就能见到当时唯一的球王莱昂内尔梅西。让我们欢迎莱昂梅西登场。见一下球王要20万，那个哥们儿满场飞奔的那个，啊，冲下那个球迷冲下了赛道，好像被拘留了那个，值20万，可以了，值啊。但是这个跑的这个球迷，满场飞奔的这个球迷，比这个花20万的这个值，要我看谁都不值，老老实实的看球就看球呗。